上衣它外面都是整件都是软的羔羊毛，是软的哦，就是有的羔羊毛是会硬硬的，而且会一直掉那个 QQ 毛屑，但是我们家品质超级好，所以你们看它整个就是，你看整个这样子，我的柔软度应该都看得出来。然后我觉得它最棒的地方啊，是你看它里面有做内里，因为内里超很多羔羊毛的内里是那种就是网格状的，会有点刺刺硬硬的内里、啊。这个还有对，但是这一件它里面的内里超级舒服，下摆还有这个皮的这个皮的标，我真的要说它内里这个真的质感超好超好，然后整件啊包含内里的分量都是 S 号到 3L 可以穿，然后背面也有做到配色的英文字，然后也都是这种品质很好的羊羔毛，这件很轻，对它很轻，对，很保暖，因为它是真的是软的羔羊毛，所以不会硬硬通通胖胖的。整件的版型是有垂坠度的，很可爱。它的上衣下摆是那个弹性螺纹，然后不会卡屁屁哦。整件的长度是有完全，我168是完全盖过屁股的。觉得可爱的人，爱心刷一波。